啊？埋伏干员一拥而上，将嫌犯制服，并从提袋中取出大麻。经过数个月的跟监调查，刑事局侦破这个在双北地区贩运毒品的犯罪集团，逮捕了帮派分子吴姓祖先及其同伙共四人，并查扣5.8公斤的大麻、 K 他命、摇头丸及电子磅秤、毒品分装袋等贩毒器具，还有90多万元现金与名表等。那全案呢，在日前我们展开说网，那从总计呢查缉的幕后主嫌吴姓祖先。包含在内的总计有4名犯嫌到案，同时搜索查扣到二级毒品大麻，毛重5公斤、823公克，还有大麻膏、大麻烟、K 他命，还有摇头丸，以及相关的毒品咖啡包与分装机具。我们同时呢斩断他的经办，查扣了现金以及名表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这个贩毒集团为了躲避查缉，分工严密，以行李箱为运毒工具，分别将毒品藏放在双北3处仓库。不过，还是被警方破解运毒模式。贩毒集团是非常的狡猾。那首先呢，它是由幕后的这个首脑帮派祖先吴姓祖先在后面做指挥联系。那首先，他联系了他的干部，在我们这边是第二层的一个吴贤。他跟这一个贩毒集团的上游去取得了2个行李箱，里面呢夹藏了大量的大麻毒品，然后藏放在第一个仓库，在信义区的一个第一个仓库。之后呢，再交代另外一名干部呢吴显，再去从第一仓库里面取出相关的毒品，放到新北的3重的第二仓库。那同时呢，这些毒品里面当中的咖啡包以及摇头丸则分放在第三个5股区的第三个仓库。那这边是把它最主要是它分散风险，放在多个据点藏放，然后呢，最后再由第三层的林贤对外来兜售这个毒品。警方已经将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，其中吴姓祖贤等3人被裁定羁押禁见，警方将持续追查上游毒品来源，在选前关键时刻严打黑帮组织及毒品犯罪，不让毒品危害国人健康。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。